等等，不是吧？我刚刚以为这是体验版结束诶，哇塞！我被飘到这边来了。啊！然后他说什么？这边就让我自由发挥这样子吗？真假啊？这边挥掉可以拿到沙子，耶、yeah ！真假的、啊，这么佛心哦、喔！开放这个一座小小的岛屿，让我在这里自由发挥。哇塞，有没有这么酷啊？哎、欸，这边有路，有听到人的声音，有人往这边来，那旁边有个箱子。破坏之后走过去，等一下，林北先来开这个，给两片草。好，我走过来了。无人岛，来到了无人岛。我怎么突然想到任天堂的无人岛？哇，中间好像还有一个神殿的样子哎。哎、欸，有人。啊，就是预告片里面那一名男子嘛。他自动跑来找我哎、欸。他说什么？他好像是这个岛上的人，可是他是无人岛，他搞不好也是漂流在这里，然后我也漂流在这里，就这样子坦诚相见了。哼，跟着他走，他带我去他的家，冲啊！他指这边，哇，哇！哦，死给，可以在这边现场工作台了呢。可是目前我只会做火把，我到底还能干嘛？笑死人了，火把难，我可以把它拆了吗？不行，太硬了。啊，会不会是这个砖头，我们可以把它劈上去？放，可以。那这个咧，这个打不掉，单纯的棒棒是没有办法把它打下来的，要铁质棒棒，诸如此类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死掉的人，你淹死了，也做得太好玩了吧？淹死？来跟他们说话，有没有得救？没得救就捡尸。哎、欸，没有站起来了。嗨、hey, 妹子，哇，你so卡哇伊，哇靠，这么近我都害羞了，啊，有鬼，是海贼啊！啊，这个嘞，你啊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啊人嘞，故意哦，这是长得像撒旦哦。啊，他应该也消失了。捡尸体游戏，这边还有一个倒吊史莱姆。捡这个捡尸可以干嘛？随波逐流。哎、欸，他还帮我捡东西哦。哇塞，你这个人实在也太 nice 了吧！这个交给我打。算了，我现在应该是要回到这边来了。任务指示。哦，原来他躲到这边来了。嘿、hey, ，妹子，你干嘛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做什么？哇，二男一女。二男一女想要干嘛？学到新技能了。布屋，盖一个遮挡风雨，然后料理。生活，流木，体力值需要睡觉，需要再做一个很像茅草的东西。
快点教我。学的新技能有吗？这是什么？他给我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教学啦。布屋先盖起来。我们这样直接盖行不行啊？他没有规定，硬性规定说一定要什么木头吧？这个沙子也是可以啊，欸，可以，欸，放六个。哦，这边把它围起来，围起来，他说要把这个围起来的意思啦。那我就照他的意愿，把它给围满，六个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放里面，耶，yeah ！哦，围起来之后，里面的地就整个变得不一样了，是的。哇，哥要爬坡啊，哎，快拍手，完成。再来是料理，生活，料理，滴滴，哦，自动习得，篝火。然后呢？木材跟油，他直接送我三颗油，从他的屁眼里面挖出来。柳木，看一下这里，我们可以直接做了。讲真的，做一个就好了。噔噔噔，好了，这个是放在外面就可以了吧？还是说放里面啊？我觉得放里面好了，欸。然后说可以建什么？哦，这是房子的完整度的意思吗？放这里行不行？嗯，这样子，哟，可以，放的有点边边。料理开始。哦，这个可以煮料理。料理。喂喂喂喂喂喂！时间到就把它捡起来。我这样子算是一个料理嘛？而且好像只一次只能煮一个，是不是？你刚刚跑过来看了，看屁看哦，你在看屁哦？叮，好了，我这样算不算一个啊？啊，大姐，大姐。我这个料理有没有成功？难道你叫我烤干贝吗？哎，真的呢。他叫我去做干贝料理。附近的这里会有干贝料理吗？我感觉都是木头。打饱那个概念就对了，没关系，这边浅滩嘛，很好。干嘛？漂流物，有很多素材。好哦，我们要找大干贝。我打，没有打，这个打不了。哦，找到你了，你坏坏。有了干贝大料理，我们走。冲啊！哇 ，ST 好快啊！死给死给，足。喂，需要时间，快点哦！哦，最后一个任务好像要睡觉三次吧？看不，有了，给你吃 ，Amazing， 唔买，耶，结束。再来呢，睡觉的部分。坐床，在屋中里面坐床，耶、yeah, ！我又可以习得了，写写写。家具，草床。
哦，又要枯的草就可以了。呦呦，为什么呢？一起睡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一起睡不就好了，何必呢？一个。哦，肚子饿了，要吃东西了是吧？等一下，有了，成功！哇，可以睡觉了，困。耶、yeah, ，全部解完了。刚刚肚子饿嘛，补一下。然后呢，睡觉前女生依赖全部中全部是什么？跟女生讲话。嘿嘿嘿，嘿嘿嘿嘿，什么东西五十个？好的，哈哈哈。噔噔噔。然后多一个任务。作业台又多了什么？好，他要改造。哦，失败了。直接换个铁锤，还是失败了。哦，他干嘛？他生气了吗？叮叮，狼。我、哦、靠，狼牙棒嘞！自己做不来，交给我。好、啊，狼牙棒怎么做？哦，这么多，做一只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自己用。想要吗？请先付费，谢谢。这个就可以拿来专门破坏这种比较大的吧？是不是？装备啊。嗯。我要怎么装备这把武器？这样子，这个是重新整理装备，不是按……完了，我不会装备，太棒了！哦，把他装备给他啦，原来如此，他的专用武，呜呼！哦，好了，可以去打魔物了。有没有什么大 boss 啊？打一下啊！目的地，冲啊！该不会是我们之前那个传送门那个地方吧？好奇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那里，就是这里了。到了，哇，还真的，快点靠死他，没有撤的，哇哇哇哇哇，哇，他打到我那个摇杆还震动哎，超屌，哇，这是超震的，超震的，啊，嫩，结束了，耶，拍屁股的声音，啪。噔噔噔噔噔！我拿到什么？升级了，等级提升二，增加血量。哈，
结束，多一个新任务，回去找这个女的。我要睡觉，感觉好像曝光的感觉。睡觉可以恢复体力。走，我们去睡觉。啊，经验值出来了，协调下面等级二有没有？哦，然后我们的这个伙伴呢，也是会有等级显示的。哦，应该不是说等级显示，应该是说也是会有等级啦，也是会有等级的。然后跑去睡觉了，把他挖起来。我要睡，耶、yeah ！哇，可以这样子安然的睡，行，没有什么可以做色色的事情吗？没有啦，随便乱讲的。嗨，哦嗨哟，睡饱饱，干嘛叫什么？叫啥？嗯，这是什么？香菇亡灵，香菇亡灵锤哥，呜呜呜，打通了一条道路呢，斯巴拉西，哇靠，哇，好帅啊！敲一下而已，就这样子的，我哪受得了？我这样子就给你玩就好啦。你要敲一下，全部盖起来了。去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女生也跟来了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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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看到她了。消失，他导引着我们，感觉是一个陷阱。跟着火源走，哟，我必须吃点东西。不然饱食度不够。这边，传递圣火的动力，圣火之力。哎呦，就是你放圣火的吗？神殿，这好大一个锤子哦！棒锤之力，啊！哦，施展魔法，哦，神殿设计图。哇，我还要照他的样貌把他盖回原样就对了，把他盖回一模一样的大小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要看设计图，按这样就行了。哦，然后呢？要补吗 ？OK， 有吗？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可以先开这个吧。这边他都已经先给好了。滴滴滴，然后就给三个，要自己补。完了，
哦，可以把它抬起来，还好。你走开，设计图完成啦 ！Yeah！ 噔噔，接下来呢？又是拍屁股的声音。接下来干嘛？谢谢你完成了神殿，我将赐予你无穷的力量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哇，就是一个木质的锤子嘛，好哦，可以破坏建筑物了，我们大肆破坏吧。呵呵呵，破坏之神，我要怎么破坏？教一下，快点。哇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这体验版颇长的嘛。好多不同地区的那个样貌哦，充满了物资，丰沛的资源。哈哈，那么是吵架、哦，那动作很像在吵架的美颂啊呢。哦，有了欸，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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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。哦，一个是敲上面，一个是敲下面，哦，分上下这样子，哦，啊死啊死啊死，有没有？上下上下上下，而且这个Switch的这个震动也太激烈了吧。震到我手会有点痒痒的，干五十啊呢？某一期，这都是我的 ，OK， 把这边敲掉，我还可以边敲边移动，超屌的，伸缩自如，这什么？切板，这个是可以多人连线是不是？委托吗？这是别人自己盖出来的照片，哇！已经有人玩得这么疯了，我天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什么素材？三人岛屿开拓，中间三人，中间岛，啊，扩建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扩建这座岛嘛？然后什么还有避难者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啊？他说什么啊？那个，他看到了什么东西？远方有一艘船儿，这艘船怎么了？啊，这是要我们过去的意思吗？哪里过来？要干嘛？目的地标示，我们直接去那个地方看一下好了，我们就不浪费太多时间了，也玩得够久了。哦，刚好那个地图哦，右边的地图有标记，海上教团的船，奇妙的海域随波逐流。少年拍的奇妙旅程。哦耶，你有钱吗？没有，没有钱怎么渡船呢？啊，决定了，等船长回来，你们再出钱，我再出力，
哦，论翻译通，后白讲啊。去东边，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们现在做什么？在跟他讲话。体验版结束啊？结束了？是结束的意思吗？自评版。哦，这是要我直接跳到那个购买页面的啦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差不多就是到这里结束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或者去 NoNo Life 玩个追随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正式版上线的时候再继续这一款游戏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